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把这个尾关打一下。我的现在插个哨子啊，如果是哨子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把这个阿雅换下去啊，因为我阿雅的伤害感觉还没有这个奇尔的高啊。明天送那个2500的石头，换个哨子看一下最终效果啊。然后这里先打，我这里是用的洛加做队长啊，会高那么个150的队长技啊。然后我被都能吃到那个意志对决的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洛加打不到80级啊，应该是装备上还有那个缺陷，然后可能那个什么去啊，然后我的阿雅也打不出伤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里减伤，阿雅一出来上这个屏障防御场了，哦，血防御就行了。第二回合这个罗莎的话，就直接上两个减伤。那这里把场域该上的上吧。这里这个铁当外加上欠他89的攻击啊，然后这两个人防御。这一回猎豹直接 LB 啊，然后这里阿雅的话把那个全体闪避上好，这里水单位直接给自己上火神伤防御，这里 LB 啊把那个水单位的死灵补个150啊，这里三个全体的火，他这里我看看啊，他这里附了火属性，那就不用管他了。那这里就是一个破啊，然后一个火增伤150，哎，也是蛮机械型的。也有一样的攻击蛮好，洛加要把场域上回来，降暗抗驱魔他，然后降个89。其实也不用驱魔，因为我猎豹上的那个什么去啊，我的猎豹是上好的那个反击啊，那个反击可以驱魔啊。这里再把这个死灵给猎豹和洛加就行了。LB。切换过来 ，LB。LB。LB。那也是 LB 啊。
然后先按猎豹，猎豹有300的那个快速叠那个东西啊。哎，这里出问题了，重打一下啊。好，回来了，重新按一下。失误了，失误了。然后这里还是一样的，把总杀给猎豹和这个洛迦啊，还是一样的，猎豹先按。反正刚才自己打的是29亿吧，不知道能打多少，差不多。看明天换个萨兹会是怎么样吧。反正我感觉我的这个，这个阿雅很难打出伤害，我的阿雅。啊，这两个又低了，这两个应该可以到。洛迦是可以到70多亿啊，然后我的奇尔是到78吧。这个阿雅反正是打不出伤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明天那边的话，应该是把它换了，然后直接用火再打吧，看明天换萨兹是什么效果。看一下装备。这边的装备就是，这是防御个异常啊。其实有它的话就不用防御场，然后这边都是重伤。然后像他们这种30连击的，一定要带这个了。现在这个插进飞城有用了，它能保证你一出，保证你能更快速的达到那个上限。更快速达到那个上限。然后雪刀妹就是这样吧。然后我的奇尔的话配装大概就是这样，反正这个是绝对配的，这也能就是不浪费到前面的几个的那个连击啊，让它快速达到那个上限。然后猎豹自己本身他是带一个这个吧，我看看，猎豹自己本身好像是带一个，那猎豹自己本身带这个，他上限为300，所以说他带一个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打就打满了。带一个这个东西，就是说他本身就是自己是一个 TGA 嘛，他的 LB 是个 TGA 嘛，是 TGA 嘛，是的，是 TGA， 他就自己跟自己连就是连满的，不用跟别人连，所以说他可以先取胜。然后洛迦的话，洛迦最高我能到71吧，洛迦的伤害其实蛮高的。43000，56000。其实你看奇尔的话，他的超级经济是35000，他也有53000的倍率啊，当然达不到56000那么多啊，他也有53000的倍率。所以说没有抽到那个魔王的，这奇尔也行，奇尔也能打出伤害。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然后。那个人的插件是这个恩威平原的，你们以后拿了，反正最少要6个吧，最好是弄6个，我现在只有4个，就是那个乐器啊，乐器架，找一找，就他的。
他这个谱系，瞬间这个兵员就值钱了。他这次改动之后，所以说你们抽到他不要随便那个合了，把他先把他的谱性吃出来。嗯，先这样吧，等明天看煞之会怎么样，我这里差多少。自选，我看能选些什么，能选煞之就把煞之换了。嗯，他这个节庆庆祝的兵员在哪里换？没有了吧？没找到。那的这个兵员到哪里去换？这里没有交换的。这是碎片吧，碎片之选。没看见兵员。兵员自选在哪里换？他可能关错了。哦，就是这个黑五，看看，哎呀，他这个写的都不一样。换个煞之吧，把火队先凑满吧。我水队感觉也差蛮多的，水队我现在流失有是有，我看看我流失的只有零星了，流失的伤害这个也蛮高的，流失的。流失的话，他能看看他那个木头加多少。加二万二，二万二加三万八，六万，六万的倍率，那蛮高的了。而且这样的话，六万的倍率，是的，这也蛮高了。这个伤害就，那球球也打得出伤害，正好和球球连。我球球还差点碎片。上那个三星，好吧，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到时候明天再说吧。